哦，对，我先教你们这一张图色彩怎么改成一致。好，首先这张图点一下，一样在格式，反正你们只要想到那个，只要想到就是说色彩啊、字型大小啊，反正就都是格式，就是它。然后能不能麻烦请把这个格式底下有一个叫做资料色彩。资料色彩，2019年一定要设成这个淡蓝色。所以资料色彩的2019年设到淡蓝色在这里，然后2020年是深蓝色，深蓝色是它隔壁，然后2021年是橙色。橙色是这个，那你会不会发现就连续三个，对不对？那，我跟你讲，这都是里面他已经请专业人士配好颜色了，因为在这个地方无关那个绿跟红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用那个绿红旁边还有黑色。之外的主色调来去设定，